爷爷，外公，外公，来来来，今天是你们的大喜日子啊！哎，发红包了，对你的，谢谢爷爷。对你的，谢谢外公。对你的，谢谢爷爷。对你的啊，谢谢外公。外公啊，我们这个红包厚度是不是差太多了呀？咱们家的传统，重女轻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又怎么啦？孙子和外孙一块结婚还不高兴啊？这结婚了，镇定一点。韩山爷，爷爷有话说。爷爷一直啊，对你比较严。对不起，其实，在爷爷心目中啊，你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孙子。哎，过来呀！来，这，我还没说呢。小白，你也是外公心里边最值得骄傲的外孙，我以你为荣，啊！爷爷，那我们呢？是啊，外公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也要办吧。好。老大，队长，婚礼要开始了。合理准备啊。外公，我扶您过去。爷爷慢点走啊。现在，有请两对新人交换。两对新人，你们谁先交换戒指呀？你是哥哥，你先。你高，你先。你帅，你先。哟，客气了，你比我帅，你先。两位新娘子说呢？我们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两对新人一起交换戒指。原来是你。
想结婚。不要。想结婚。现在，两位新郎，你们可以亲吻你们美丽的新娘了。重逢是意外的收获，有好多话跟你说。不知道你是否记得，那些熟悉的旅客，他唱得多像你和我。这是谁哭了？这是。其实我有个问题，忍了很久了，一直没问，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场合问一问你们，你们觉得明年的冠军是谁？爱情先说吧。当然是 SP 的。好，好。想得美，就是。吴白队长觉得呢？不要怂，队长别怂啊！别怂啊，队长 ！KK， 我今天听我老婆的。